还不能拿盾牌，还不能拿盾牌啊！还不能拿，还不能拿！你赶快再做，你赶快再做，有铁吧？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还在，我来。啊，那个，等一下露米把父母还要拿走。对，这个巧克力要走吗？他标了嘛，最终了嘛，对对对对对，走，灰队一定要打，是不是？再收缩，再收缩，再收缩了。那克了十五分，还不用克，我们满血啊，满血。有受伤再克来得及啊！我们签字打，签字打，我有很多一组的攻攻攻。他刚刚可以上来看一下，有苦力炮哦。啊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？苦力炮。Lumi，我跟你换稿，你转子稿就。哎、欸。为什么吸不掉？我们还是就收了哈。哎呀。收了，在身上。OK。等一下、哦，我方块要弄好。再退回下面。对，他们好像退回下面了。嗯。哎、欸，他们有铁针哎、欸。你偷走啊！偷了。虽然我们好像没办法复活，就是。可是他们就这样一个洞。我看到他们蹲一下哦。你们看有没有他们好像跑地表？好像有哎、欸。我在看地表。地表，我只看到哈基他们那一队。他们是往侧边挖吗？在这，我看到这里，这里，你后面那边是哈基那一队啦，先跟你说。嗯、哇，这东西太多了。准备而已，准备啊。对，准备可以拿了。他们在我们下面呢、啊，我想没上来。对啊。啊，盾牌可以拿了，事件终结了。OK。找不到他们的洞，那只苦力怕先打死啊！嗯、那只苦力怕很可怕，太危险了。他是重爆，他是重爆，对不对？走那么慢，啊、死了。所以，哦，你再往下挖，好。嗯，我一样先看上面哦，还是要跟你一起下去。你看到人跟我讲，我再下去。我们还有五颗钻石。对，你们的剑都是附魔的吗？我是附魔锋利一铁剑。哦，一把两把。是你那五个钻要不要换一下？对啊，我想说换一换啊。嗯。远方有人是谁？哈基吗？哈基吧，哈基那队怎么一直走来走去？跟我。哎、欸，青金石都没了，对不对？没了。Lumi 是什么剑？一般剑。那就换钻剑。嗯，可以。挖不动他们啊！他们不知道在哪里。他们钻地道走了，横着跑吧，那你们在这附近看，我再回刚刚人的洞看看可不可以挖。嗯哼。啊？我看看那个，对，那个塔吉他们。哎、欸，他们还有钻石邪附魔、欸，哎，好凶哦！可这里感怎么看都不像他们的洞啊。Lumi, 他们应该是挖上来的、哦，他们不晓得在走去哪了。所以刚刚确定我看到 ID 是在这里。对，前面有一队在蘑菇那，那是哈基，红色不用管。哈基啊、他们最后不用理他们，不用理他们。他们1500是可以跟我们拼的、啊，但是就是我们不用跟他拼啊。对，灰队先打，没有效益、欸。你们有其他的肉可以吃吗？这里，谢谢。不过没食物了。嗯，对啊，我在到处找食物。一个牛排。嗯，好。我现在有苹果啊，我那边有猪，有羊，我要砍来吃。砍一下。正在砍来吃。他们在附魔呢。你说谁？红队啊。那个红队。我都不想先消耗。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打超没那个的啊，没效益。世界没效益的那种。那我们收集一些垫脚石，等一下如果去中间呢？我们有那个十个 TNT， 可以做漏斗矿车。我现在挖泥土。铁剩下在你那是不是？铁我这边六个，可以给我、啊，就都给你集资了。啊，那我挖泥土哦。好。
卢敏，卢敏，卢敏，直接放你身上。叮，不晓得要干嘛的。垃圾丢我这里。黑曜石很强。好。捡捡捡。吸起啊！就这些，就这些，就那些。那这样。现在就是定一下，看一下刚刚原本的那一消失的那一队会从哪边出来。对，灰队是关键。嗯。我做两个漏斗矿车。啊，对，巧克力，你可以放个铁针出来吗？铁针在那个路明上。我这里。可以放一下吗？就纯粹钉出来就好了。团团位给一把弓，哦好，给你16根箭矢，可以。要晚上？要晚上了，现在晚上还升怪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有会、欸、床吗？你们有睡吗？有，我有睡。我还没睡。那、我记得床不是放在那个？好，你坐好了，床。那你赶快睡。那睡，等一下睡，等一下睡。对啊，我在。包心急醉，我们等一下全部再躺一次好了，不然怕等一下夜没有来弄我们。我上一次不红队，红队，红队往中间。嗯。巧克力电疗师，哎、欸，他们在后面那里。谁？月明他们。哦，露出头了。等下，先躺，先躺。露出头，露出头。露明躺。没有，我躺过，我躺过，我躺过了。露明躺完起来。哎呦，我再躺一次。起来。好，我要去支援了。好。哎、欸、行。把床那些拔起来。这一定射啊！这一定射啊！他们也有弓啊。他们也有吗？吗？他们没、欸那個、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，应该没有。他们绕过来了，哎、欸，射不到啊！哎、欸，想再盲狙一个，靠近打好了，靠近打好了。嗯，路明要跟过来，跟过来哦。有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没有在看左边，左边的。他们也都是满血，他们也都是满血。嗯，等下慢慢打吧，他们好像没有攻。我们切角，切角，切角过去，切黑橡木。刚刚是哪一队打骷髅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没，这是没骷髅，这是没骷髅，没事。对，我来了，没有四好，没有四好。嗯，射了两下。小恩，小恩，一下哦！啊，没射到，没射到！哇，他火焰箭，他火焰箭！他没有攻，他没有攻，他没有攻！他火焰箭，他火焰箭！哇，这太亏了！先退，先退哦，先退哦！我很难退，我很难退。你退不掉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他附魔火焰，火焰，火焰的武器啊，太强了。嗯。要用远距离，要用远距离，我们有箭矢优势。嗯。谁有攻？谁有攻？我也有。我是看刚刚那个是，我记得是陨月，我没记错是陨月。好。你可以再看一下。哇。怎么了，露明？等一下，杰克他们红队打也在打我啊！哎呦喂、啊！哇，打你吗？对啊，红队也在打我。嗯，那就先退走，先退走，先退走。灰队残血，他们想要。露米退走，退走，电高退走也都可以。有点退不了，而且我旁边有边界。我跟巧克力汇合了。哎呦！哇！我吃金苹果。我被迪苏杀了。红队也来打。很近哦，后面。嗯。那个。哇，不想他们箭矢可不可以？我们先去中间叠高好了。可以。哎，移速就在你们后面哦。嗯，你方块够吗，团团？我 Q 一组的那个泥土在我旁边。等一下，团制高点哦，他们在树制高点瞄你们哦。啊？谁制高点？哦，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对。好、啊。哎、啊，我没放到，可恶，太慢了。你从另一边叠上来了吗？对对对对，你小心，你小心啊！他也在射啊！他自己在瞄，然后你们下面
下面是低，没办法盖很高，没办法盖很高，只能盖这样高了。但有盖，我觉得就已经有优势了。嗯，对。然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给他们下马威。另外一边是，应该掉下去吧？那种按不到。哎呦，哎，在上面！哎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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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在射啊，他们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把下面炸一炸，给他们下马威。三队都来了。巧克力，哎，哈基从另一边射你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保护好自己就好。我举盾。好。有办法再更高吗？我吗？对，不行啊，现在在瞄我们这里。那就保护好，保护好就好。笨鸡有人在打是不是？应该是。但是平面如果平面打不好打，我们用射的等到最后。是有人有狗啊，很强。露米如果有往我们正下方，可以讲哦。对，就红队在你们正下方。他有没有要往上来的意思？对，有人要爬，我们就一定要讲哦。好，都没，目前都没，但有人在瞄你们，他一直在瞄。瞄是没关系啊。嗯。别再瞄了。其他人都好 peace 哦。看他们有没有打那个笨鸡啊？对啊，重点是笨鸡啊。我给他们下马威了，叫他们不准爬我们，我们很多爆炸的。只有红队在打笨鸡，你有办法？你靠很近有办法看到笨鸡的血量吗？哎，那个现在那个连那个都来了，分数来了，分数。嗯，星星已经在掉，他们都在捡星星。你看不到那个吗？可能我们等下去，我们等下去。笨鸡少，下面有狗的那一队哦，狗是蓝队。对，要小心哦！我刚看到蓝队从我们那边下去，好像退了，好像退了。边界快一半血量了，确定要下去吗？现在死了不会扣分。笨鸡血多少？一半了，一半。啊、先捡星星为主吧，先捡星星。笨鸡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死啊！再两下就死，再两下就死了哇！啊，对没？他们那队。哇，那我们要捡星星。红队的。不想要再打我啊！红队可以打，红队也可以打。红队的很痛，嗯，不是啊，我射到阿基一下，我也被射一下，你死了，是啊，这个红队在瞄啊，灰队也在打我们，这没办法，剩我一个总不会打了吧？但我们应该没办法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还是得打红队，嗯。你后面蓝队在瞄你，哇！蓝队干嘛瞄啊？蓝队不用瞄啊！全民公敌，蓝队有病哦 ！BOBO， 那个人叫 BOBO， 对我刚刚是想讲 ，BOBO 有病啊！这个是繁星，繁星可以，我有病哦！那为了要打巩固自己的第一名，不惜这样子，我要唾弃他。哎、欸，灰队在你面前哦，随便射个两下。灰队已经追不上了，红队也追不上了。嗯，啊，太惨了，太衰了。知道，杀个杰克。哇，他火焰还有那个燃烧金砖，金砖是不是？知道，干掉他。还是哎呀，怎么？燃烧金砖想烧死我嘞！啊，连破万都不行啊！啊。啊，笨鸡的血量估计错误，啊，半条到最后好快哦！还蛮没有他们武器好像都还不错，他们武器很痛，嗯，他们武器都蛮痛。我刚刚那被砍一下，哦，就烧起来，然后够你。臭红队，后面隐月哦，后面隐月，你后面隐月，你后面隐月，泄愤，你后面隐月，最后是哈记嘛？哈记在哪里？哈记在哪里？后面是隐月，追你啊！哎呀，灰队。哭爆，太惨了，衰爆，
狗狗还在咬我啊！臭狗！对的，狗狗啊！哎呀，来吧，上去吧。哦，不是哇，太辛苦啦！辛苦了。巧克力，你们也太可怕了！就好强哦，我们可怕的头啊！我们被你们两队攻啊！我们跟你们同分，当然要打、啊，结果打到一半，红队过来抢。你们那时候不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徘徊？我们就在你们正下方的一个洞窟。对，我们有看到你们 ID， 然后想要挖，结果也没挖到，因为那时候看到你露头啊，想说奇怪，怎么追不到了？可恶！而且你有火焰剑，其实你们装比较好啊。对啊，你们装好很多、啊，你们火焰多。对，我们都一阶还没附满，因为千金死不够。对啊。哦。然后这次允月就跟我们讲，我们的战术就是稳，所以我们遇到你们就是跑，你们来我们就跑。